名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不管是对人、对物、对城市、对阿猫阿狗，还是对风景区来说，那都是需要认真考虑才能取的。名字毕竟是关乎着一辈子的事，谁不想有个好听的名字，一个让人一听就觉得十分悦耳的名字。取名字是个学问，就拿风景区来说，你要是取得好了，那人一看这名字，心里就产生了想去的欲望，那这个景区不火也得火。你要是取得普通甚至很土的话，那可就惨了，人一听你这名，心里一想，这名字咋这么土啊，肯定不是什么好看的地方，肯定很差劲，自然就没有人去游玩了。这不，河南的一处景点就被自己的名字可坑苦了，因为名字实在是土，土到没有人去，土到没朋友啊。这个景区就是河南的八里沟。为什么说它被自己的名字坑惨了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不但不像它的名字这般土，反而美得不像话，就跟天上的仙境一样，美得不着边。初到这个地方，你就会感到十分舒畅，因为这里的环境条件实在是太好了，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，看到的满眼都是绿色。长居在城市里，突然来到这里，清新的空气经过你的鼻子来到你的肺里，你会觉得肺里凉凉的很舒服，心情自然就会变得很好了。等你真正走入景区，你会发现这里的山、这里的水、这里的花、这里的树、这里的草，甚至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会引起你的喜爱赞叹。更让你惊喜的还在后面，那就是这里的瀑布。这里的瀑布实在是太壮观太好看了，一年时间没有一个时间瀑布的水流会停止，永远都在流动。瀑布下面的小水潭中还带着雾气，给人一种很飘逸的感觉。山上还有很多的庙，能让你的心立马安静下来，听着鸟叫或者是庙里读经书的声音，会有一种超脱的感觉。虽然它的名字有点土，但地方美得没话说。最后说一句，你会被这些景区的名字而影响吗？